guys， 欢迎回来 Rock 频道。刚刚你们看到片头呢，就是我女装。刚刚你们看到的片头就是女装的我。刚刚你们看到的片头就是非常适合女生的假日挎包搭配吃饭。相信你们看了这一期视频的标题，大概知道了。本期视频要介绍的就是虎符工业的这一款最新的挎包——开普勒空气包。那么说到虎符工业呢？可能有些朋友还不了解虎符工业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建议你们先从我之前的视频开始看。我之前有介绍过一期关于虎符工业的双肩包。作为今天这款挎包，虎符工业在6月下旬的时候把这款包寄给了我，体验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。这款背包的定位是非常适合夏天作为小挎包来使用，男生女生都可以。我最喜欢的这一点就是它全防水的面料。可以快速调节的肩带设计，更为灵活的是，你可以把肩带完全拆下来，变为一个车挂包或者是手拎包使用。如果你是女孩子，你想这样使用没有问题。在使用这款背包之前，我一直使用虎符工业的双肩包，也就是这一款。在我上一期的穿搭视频，也有蛮多朋友问这一款背包是什么的。这款背包是虎符工业的 Lactan 地狱犬双肩包，通体是采用 XPEG VX21 的面料。我身上这一款小挎包采用的是 Cardura 500D 的耐磨尼龙面料。注意一下，我自己后期购买了一个折叠的副包，安装在它的 Molly 系统上。这个副包是 VX21 的面料。这款背包的尺寸是32长，厚度是10，高度是23。配件的方面呢，采用的都是 YKK 的防水压胶拉链。打开背包，分格设计非常简单而且实用。内部一个非常大的主仓空间，有虎符工业 logo 的这一侧拉链打开之后，是一个 iPad 风格仓，可以放进你的 iPad 或者类似大小的物体。反过来的这一边也是一个拉链，不过它的内部分成了两个部分，一大一小，可以看得到我分别放了移动电源和数据线。那另一边比较窄的这个空间，也是用来放我的水杯，也是非常实用很方便的。背包主仓的容量，别看它体积不是很大，放的东西还不少，可以放一把折叠的自动伞，一台单反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再加上我平时用的移动硬盘，轻轻松松可以收纳。当然，我个人并不建议你每天的使用过程都背负如此满载的情况，毕竟这个背包的定位是比较轻巧便携的。如果你长时间背负这么重的东西呢，它的肩带是没有垫肩的，所以你的肩膀可能会被勒红。背包的外侧有一个固定防水拉链格，这个格子单手使用非常方便。至于这一边呢，是一个湿气张收纳板，同时它也是一个暗槽，并且这一次的装载配件使用的并不是我们传统使用在 Molly 系统上的 C 扣。而是被大家亲切的称为仇恨条的 PSI Gear Bolt 插条。这款插条说实话，在我刚拿到手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它的正确使用方法，直到现在给你们拍视频的时候，我也不敢十分确定我安装的方法是正确的。如果我装载的方法是正确的话，它的牢固程度确实会比 C 扣这个传统的 C 扣要来得稳固得多。如果你有计划购买一款副包加装在这款挎包的 Molly 系统上，我建议你一定要配合 Bolt 插条使用，而不是传统 C 扣，因为这个要松了。因为这个背包原生的 Molly 系统的格子会比较软，它的织带会来的比较薄一点，所以建议你使用 Bolt 插条而不是 C 扣，就会比较牢固，不会总是松动松垮垮。OK， 那么总的来说呢，可能你已经看上了国外的品牌，例如Acronym 或者是 a l c o 这一类欧洲的技能品牌的包袋。说实话，这些品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挺难入手的，所以也给了国内的技能品牌一个非常好的环境。在这里还请你们可以尝试相信一次国产的技能品牌，他们真的一点都不差，从设计到面料到制作真的一点都不差。截止到我做视频的今天呢，虎符工业又最新推出了他们的一款邮差包，叫做子午线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一下。这一款挎包对我来说其实还是蛮实用的，总体来说我对这款包是满意的，很感谢虎符给我这个机会。我还蛮强烈推荐女孩子可以尝试一下这款技能背包的，毕竟女孩子永远不嫌包包多。
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一支影片还不错，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希望你点赞、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、三连，好吗？并且关注我，记得去我的 B 站动态有抽奖。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，See you soon。Thank you.